来，我们 Nepperson 选歌，三二一。好，其实之前也有队员单独有上过公告牌嘛，这一次是我们一起上，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要展现出来的是我们团队的感觉。对 ，Mac Daddy， 不是不是，喂喂喂，啊对，我对喂喂里面也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专辑有七首歌，大家现在有没有心里想要选的哪一首歌？哦。我选爱我爱我 ，I need doctor。可是如果以实力还有气场的话，我投创新者一票。创新者就是在舞台上比较有感染力。俊觉得呢？说 doctor 在我印象里是一个，就是我投 doctor， 我投 doctor， 都投 doctor。不是认真的吗？你好了，认真了，认真了，刚才都不算。Doctor 的话其实是偏抒情偏温柔的，是比较适合在音源上听觉上，创新者的话会更加的有舞台感染力，动作啊队形啊都是比较激烈，比较有冲击力，画面感一点。那所以大家最后是觉得 MV 很酷，你比较适合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的话还是创新者。那大家如果是打创新者的话，对舞台有什么想法？我记得那个你那个微微不是有一把椅子吗？我们要九把，我们要九把，像雨帘一样，雨天的杀手。对，观众淋到雨的话着凉怎么办？什么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动作包裹住他们？不是，我们不是有个这个吗？不是还要有？那我们现在就两个方向，一个是现代感的。还是古老的那种感觉的。我想要星球大战那种打完的废墟。不是，我想要那种血战上海滩决战的巷子。好好说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空空其实来已经打过。对啊，他们已经有经验了。或者要不然就是从一辆那种装甲，好厉害哦，反差哎。一个想法，如果我们每个态的形式是有反差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《新警察故事》？然后他们里面的反派是每个人都戴不同颜色的面具，每个人可以去自己设计。我觉得这个是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可以，我觉得不错。哦，我也觉得不错。我觉得面具其实就等于是变装了，不用太多了。那鱼怎么办？鱼目我还是觉得可以留着。我觉得不用具体去讨论我们要什么样的鱼，就先这个方案是我们想要这种感觉，然后看导演组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好了。因为不愧是过来打过哥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他先提出设想，然后说能不能完成，我们再修改。无所畏惧啊！元素的光听这个名字的话，对，也，主题就是要去讨论的，而且我们的变化，因为已经很久都没有给他们看。其实这一次我们选《创新者》这首歌，也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经过这段时间，从巡演到现在，一直以来的变化。对，那这一次我们每个人都加入一些自己想法，像小鬼刚刚就提到面具，然后陈真说到车，然后这一次就在舞台上。把每个人不同的表现力，我觉得再一次体现出来。那这一次其实我们的重点是在团体的团魂上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九个人给大家看到我们的凝聚力。这什么样画的？他像小丑的那种面具吧？那里面这个面具呢？一呢是我人生以及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，随时随刻能够做到最好的状态。而且这一次是。9% 第一次打歌，所以叫一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空坤，空坤第一次来打，第一期就有他。Timing is not right， 忘吗？我们当时第一期的时候，不是说他就感觉好像他更加成熟，然后笑容，然后也变少了。但是他们团体过来打歌的时候，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。好，结束，收工。我发现是不是所有团体就是都像叽叽喳喳、吵吵闹闹的？一回归团体之后，之后每个人的性格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本周打歌，创新者。哇，彩虹通道，好帅啊！哇。哇！哇！啊，好帅！那瞬间我唱给我多痛快，
其实这首歌的作词是坤坤和子怡有在参与，对不对？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舞台。昨天有见到一些很久很久没有碰过的同学，然后觉得特别好，然后特别替你们觉得开心，我也特别骄傲，因为你们的成功跟我有一点点的关系。好的，我们曾经是一个战壕里出来的。喂喂喂。